好，出来跑步咯。今天是工作日的第一天啊，我们还是来聊聊新年的目标第二期。2023年在生活上我有两个目标，第一个呢，我觉得陪伴孩子还要更加的高质量，因为2023年的下半年我们家女儿就要读初三了。我觉得初三是一个人生非常重要的时期，所以呢，我想我应该少玩手机，多陪她啊，提高这个陪伴的质量。第二个呢，就是继续还要再出去看看啊，全国这么多的省份、自治州，然后行政区，我还有4个地方没有去啊，重庆、内蒙、青海还有澳门。所以2023年我希望能去一下这4个地方，加油加油。